网站入唔到 ，Facebook 专页都冇卖。呢一间位于湾仔洛克道嘅中菜馆 DHK 蝶喜居，星期三获米芝莲指南2023入选为一星推介，不过同一日竟然传出停业。据了解，蝶喜居冇派人出席米芝莲典礼，而蝶喜居重门深锁，有部分嘅员工声称要追薪，聚集喺餐厅入面。餐厅嘅会计下昼三点几报警，警员接报到场了解，随后报称被欠薪嘅员工就转至劳工处求助。劳工处已经接获部分员工求助，并且呼吁其他受影响嘅员工尽快前往劳资关系科分区办事处寻求协助。根据米芝莲嘅网页，蝶喜居系今年7家新入选餐厅之一。介绍词中指出，蝶喜居虽然开业嘅时间尚短，但系已经口碑再度，营运同埋厨房嘅团队都经验丰富。